我问龙，我是曹文龙。你是范玉兰，我是曹文龙。大爱剧场，你好，我是谁？忠实呈现曹文龙医师照顾失智老母亲的温馨过程。对于饰演曹医师夫妇的寇时勋与崔佩仪来说，这份母子情触动内心，无限感动。曹奶奶就把我当成儿子一样。带我参观曹爸为他设计的那个无障碍的那个环境嘛，我跟曹奶奶两个人很自然的就牵着手了，就走了。曹爸跟在我们后面，像我是儿子，他是外人，每一个细节小地方，从心里都是感动。我母亲去世也没多久，所以牵着曹奶奶的手，那时候的心里的那种触动，很难说。有一场戏是一镜到底，因为他很难过，说妈妈不认得他了。他就讲他母亲以前从年轻的时候多么辛苦，怎么照顾他们去当佣人，然后寇哥也流眼泪，那我默默的也流眼泪，一起感同。我的婆婆好伟大。那首小羊一直都是妈最喜欢最常唱的一首歌。刚才他忘了。这部戏描述失智者记忆力逐渐丧失、生活能力下降的过程，以及照顾者的辛苦。曹医师期待自己呵护母亲的心路历程，给予失智者家庭正向的能量。走，一同去加油。今年的母亲节是一个母亲不在的母亲节。去年的七月，我牵着她从床上起来。走了几步路，他就突然间就倒在我怀里，啊，喘口气就走了。把每一个家庭碰到了失智照顾的一些甘苦谈，能够透过这个剧啊，让大家知道，失智是病，也是老化的一部分。如果他要来，我们阻止不了。那为什么不快乐地接受呢？让我们一起与失智共舞吧。大爱新闻蔡佩音警员集台北报道。